金像显微镜安装与使用。金像显微镜安装，取下防尘盖，将目镜插入到目镜筒内，安装机械式移动齿，安装在舞台延伸板，安装目镜。安装在舞台板，注意正反面。安装灯泡，注意灯泡要垂直插入到灯座上的插孔中，不能用手直接接触灯泡。对准基座安装灯箱，并锁紧紧固螺钉。将灯箱连接线与主机连接。安装绿色镜组。安装360度旋转减偏镜插板，安装起偏镜插板，取下防尘盖，安装适配镜接口，安装摄像装置，金像显微镜使用，打开电源开关，将式样放置到在舞台上，被检测面朝下，选择所需物镜倍率。调整粗调和微调，将图像调清晰，调节灯光亮度，移动平台找到适合的市场。